听说你们是远道而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从哪儿来呀？赶紧告诉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鲁冰花艺术培训机构。我会编译一个东西出来，到时候会有机会给大家。哦，老师说他要变魔术哦，现场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。真的吹，吹了之后会变出什么呢？看一下来自马来西亚的什么？有东西哦！哇，是一个小礼盒，上面写着“春雨晓风花开”，还有呢。哇，此时掌声应该送给我们。哇，真的好有心意的一个祝福哎，带给大家的。那这样吧哈，光有带来这个新春的礼物，我们也要用说的给大家送上祝福。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个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